我今天要跟一个我从小长到大的好兄弟表白，如果表白成功的话，楼下的 LV 店包包随便你们挑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好吗？那你觉得今天表白能成功吗？还不知道呢，因为我怕他嫌我年龄大。你有多大啊？我快30了，比他大整整6岁。完全看不出来，真的。可能我平时保养比较好吧，我都是用一些大牌的护肤品。那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，抖音商城6.18好物节，各种实用新奇好物补贴力度大到离谱，还有很多大牌价格直接拦腰砍。点我评论区或者左滑进商城，全场满150减25%，满减再叠券满380%，快冲啊！这么划算吗？对啊，而且不仅大牌护肤品，还有超多零食，价格也非常实惠，像这个周黑鸭锁果才几块钱。这堆比平时还便宜大几十呢，那我回去也囤一点。Hello， 是野猪大亨吗？你们是谁啊？我们是小青叫过来的。小青？对对，他有打电话给你讲吗？对，他就说有个什么采访，让我出镜一下。对对对对，那你跟我们一块过去吧。现在就去吗？别激动，别紧张，走吧走吧走。你跟小青关系很好吗？对啊，就是那种铁哥们儿，不然也不可能说他打一个电话，我转了3趟地铁就过来了。你为什么会喜欢他呀？因为他很搞笑啊，虽然他平时嘴巴有点损，但是我不开心的时候，他都会第一时间过来逗我开心。那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？对我还挺暴躁的，但是对其他人都挺好的，可能是我不太配吧。认识这么久了，为什么你选择现在跟他表白呀？因为我快30了嘛，不想再单着了。如果他愿意的话，我想立马跟他去领证。小青在前面等你了，冤家路窄。你自己过去找他了。这个是蚊子咬的，加你的蚊子。你心理年龄还没有我成熟，还叫我姐你姐？那也是，我比你大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有人在采访你啊？他们看我漂亮，给我面子呀。你确定是给你面子，不是败给了超能力？你们两个认识有多久了？十几年了吧。对呀，那时候我才上6年级，他正好刚搬到我家楼下，然后那时候他上1年级嘛，天天跟在我屁股后面。那你觉得对方小时候跟长大有没有区别呀？有啊有啊，他那时候可听话了，不像现在总是凶我。我感觉他倒没有什么变化吧，因为他从小学的时候到现在身高都这么高，然后小时候看他像个巨人，现在看他像个矮子。哎，你们知道对方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吗？我觉得男人嘛，可能不都喜欢那种长得漂亮、身材又好、声音又好听、又爱撒娇的，对吗？那你可太不懂我了。那男生，你觉得他喜欢什么样的呀？他肯定喜欢那种小奶狗啊，他穿搭得很御姐，然后又很老又很有钱，只有配个小奶狗才能凸显出他的那个富婆气质。那接下来啊，就到了咱们游戏环节了。今天玩隔着扑克牌亲亲10秒钟。这不太好吧，这太让他占我便宜了。我都不介意，你介意什么啊？啊，谁主动一点啊？来来来，贴到嘴上。哎呀，哦，男生你好啊。当游戏玩到最后，你好猛啊！这叫提前掌握主动权，让他跑都跑不掉。还得是姐姐，好会啊！没有想到第一次被强吻，还是被自己的好兄弟。有没有对方不知道的小秘密？其实我以前是可爱型的，然后知道他喜欢御姐型了，我就改变了风格。有啊，就其实之前有很多男生追他，其实背地里都被我偷偷赶走了。
万一今天表白失败了怎么办？那我就出去旅旅游，散散心，看有没有艳遇，然后把自己给嫁了。那你对小星是什么感觉啊？说不上来吧，就是挺喜欢惹他生气的，但是也不希望他身边有很多男生或者有很多男人追他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。还有环节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啊！你们先转身背靠背。如果你们想和对方谈个恋爱的话，就在我数完三二一之后转身，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三、二、一。想把我送给你，想闯出的心处。你可转过来了，不许后悔，以后你就是我男朋友啊。可以啊，那你以后在外面不可以穿得这么性感。那你是吃醋了吗？没有吃醋啊，没有吃醋啊，没有吃醋啊。在轻易的喜欢里，在匮乏的欢喜里，在难得的惊喜里。和比自己小六岁的好兄弟在一起，感觉怎么样啊，女神？那我让你感受一下。哇，给我单身狗暴击是吗？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个你画我猜的游戏啊。第一个，这是一个人物，三个字，紫薇。容嬷嬷。再来一个，三个字。钢管舞。哇、哦！几个字？四个字。啊压力对。我提醒你啊，第四个字。满地找牙。三个字，然后是一个动物。大老虎。大猩猩。对的。下一个，后面一个是四个字，第一个字，我整体的给你表演一个吧。啊，这啥呀？这是啊，瞎子算命，差一点点，会的成语还挺多。那我提醒你第三个字，哥哥们，哦，盲人摸摸象，盲人摸象，对对对。奖励你一下。微风悄悄吹动吹动裙角吹动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们今天游戏结束了啊，等会儿准备去干嘛？等会儿吃饭看电影吧。去。好嘞，那把麦给我吧。